歌。哦，好啊。就是看你选一首你最喜欢的歌，然后我们可以。你说，我自己的歌还是要超级喜欢的还是什么？都可以啊，就是你自己最喜欢的。哇，你歌单这么广啊，小溪。对啊。没有一个方向啊。那不然我们就唱超级星光大道里面的歌好了。Okay. 的哪一首？那我们就唱刚刚我们达达有唱的歌好了。哦，这个可以吗？会太难吗？该不会是离人吧？达达想唱啊，那没有给你这样，还是不然我们就一人唱一趴，刚刚好。哇，是这样也蛮好的。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，现在汹涌的天上。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好像张学友哦。人说情到深处人最暖。正式开始访问了，你一直 king 对，来正式他啦。对啊，玉文最近都在忙些什么？最近因为我在三月底我发了一个新的 EP 叫《九年》，然后在台湾的宣传已经告一段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应该说最近啊，最近就是在做一些新的挑战，因为我最近接了一个新的外景的主持。哇！对，这个我可惜了，对不对？我要生气了。真的、啊，跟你又你长得帅又会唱歌，你现在又跨主持。你也会唱啊。没有，我不一样，我是先天。很厉害。对，就是有一个新的，应该说可以像是旅游的节目，然后会在6月24号就会在台湾的东森综合台跟东森超市会首播，叫做《东森旅游玩乐之》，就是看潘文跟我的另外一个女生的主持人叫豆豆，我们会带大家去世界各地吃喝玩乐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除了当歌手以外的我做的事情。不一样的表现，不一样的感觉。好的，我们非常期待。对。那你接下来后面后半段应该不是开始主持，应该是继续唱歌吧？对。还是你唱歌我主持？不要。好的。对。带来什么样的？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的新歌，刚刚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发了新的 EP 嘛。那里面的一首歌，我觉得，我比较少唱这样的歌，但其实还蛮希望可以分享这首歌给大家，一个很开心、很俏皮。有点可爱的歌叫做《不挑》，你们听听看。好的，谢谢。热烈掌声欢迎这首《不挑》。Yeah。